讲一些，我想一下，有点想讲一下他的抽卡欸。我们先讲新人巡礼哈，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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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两三层的东西哈。今天这节重点，黄金宝箱十连抽。然后这边有一些几率啊，上身上有一些送水锤。那这边就我今天跟你们讲的重点。那这边就总共就有十个。那我今天就是讲十连抽。那这是。先是，我要怎么换装备啊？不是啊，sorry，等我一下。真的假的？你先给拿来升星就对了。然后这边有一些组件，是我们刚才抽的东西就只在这边而已哦，怎么越玩越像那种原始啊？太影像也不能手动啊。行，我继续推进好不好？等一下，这可以加分啊！这可以加我们的那个技能，这是鬼火。好笑，有人说我在乱跳欸。这边有什么山呢？护盾真猛，这护盾就是要多吃，是不是？简单。我有聊天室吗？好，欢迎加我哈。那我们今天这集就到这边了。等一下，今天就是分享。可是我不是打了吗？哎呀，他刷新了啦！哦，好吧。